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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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。我现在又到了超级爸爸录音室了，但是今天录音出现了一些状况，因为这个电脑的原因好像出不了声音，所以我只有熟悉一下歌，然后过两天再录，明天再录吧，今天熟悉一下歌词。今天没有录得了音，但是熟悉了一下这首歌，所以呢准备现在回去睡觉了，睡个好觉，明天再录吧，晚安。现在开始今天的录音。一个大喷嚏，谁在想我？喂，哎呀，现在我嘴上面都是，嘴上有一个溃疡，把那个吃饭的时候把嘴咬着长了一个溃疡，然后现在吃了一个华素片的嘴一会儿就化了，化了就好录音了。来吧，喂 one two 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那一句肯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那一句肯定，谢谢你，我们多了一份自信。不期而遇，倾盆大雨，我知道天空有雨，伞下有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那一句肯定，谢谢你，我的世界慢慢放晴，重新找回满个生命力，在未来的日子里换我为你等雨。 OK， 现在看一下这个时间，12点整，说得非常好，和之前说的没有任何出入，这首歌已经录完了，这是一首公益歌曲，我希望温暖的歌声能够鼓励更多人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咯，拜拜。